家好，今天又来到松哥音乐教室的时间咯。今天松哥要带来一首非常老的歌曲，这样子会透露松哥的年纪不行，但是是我阿妈那个年代的，然后松哥非常喜欢这首歌，叫掐死你的温柔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吧。很掐死你的温柔啊，那我们下回见咯，拜拜。